是一个爱哭的人，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发生我才在哭哈、哦。对，然后是因为经历很多事情，然后我的行程也很满。我在孩子的书屋工作，我是音乐组，刚好很多事情快过不去的时候，我们刚好办了一个爱剧世界的音乐会，在4号的时候。谢谢工作让我有机缘可以这样度过练习失去这件事情。接下来下一首歌曲，我可能也有打过一篇文章，我的朋友是用他的方式选择了他的生命。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，我可能也有哦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还是要缓一下。然后这首歌要献给我每一次很爱在全台跑来跑去，然后却影响了很多的 学生跟原住民呀，我的原住民的弟弟妹妹，觉得我是教跳舞的，两年前变成被拉出来的特音，然后就今天有专场这样。然后这首歌要告诉大家，我每一次去各县市打电话给你们，打扰你们，你们在上班，不管你们在开会，我都一定会打电话。这一通电话，我好像被拯救过了好多次。很沉重的歌，也不是很沉重了啊，是张惠妹的《灵魂尽头》，献给大家。成长中会有一天有爱像海洋，我们深入谁又坠落没声响，一直认为心之所往才是方向，你略忽略得到了奖赏。最孤独的时候最怀念旧时光，我们用笑用泪盖的小天堂，你没忽略我倔强下的新的承诺，直到灵魂尽头，你还紧抱我。
是没错的啊。我刚刚碰晕了，那个可以不要卡掉。每次就是每次练团的时候也是长这样子，就有已经揣摩过了，但是太超过了，哦，可能是在户外。哎，好。